上的光斑倒映的水榭，心已蜿蜒，未知的方向，多少人在盼，远处高山边下的暗影，谁在躲闪，努力着挣扎着，每一步都是险滩。啊，有生之年，啊，光中回来。啊，万水千山。光中回来，此心无憾。邱科长，有一处可疑信号又出现了，是重点嫌疑名单上面的。上次出现的时间很短，还没来得及定位就消失了。找到位置了吗？有两辆侦缉车进行了交叉定位，位置在洪崖洞一带，方圆不超过一公里。信号发射了多久？将近一个钟头，抄录了5000多字节。会不会又是那些没有登记的私人电台啊？最近这样的电台出现了不少。不，是中共电台。中共的电台。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邱科长，你要不要帮我分析分析，如何区分这个中共电台和国军电台？电报的报头不一样，我们有等级区别，中共的没有。我们是码字到底，中共的第一个字是收报台。那该如何判定这个可疑信号就是中共的呢？虽然只抄录了5000字节，但是它的编码方式非常专业，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小电台做得到的。电台收发报一般都要把电线架在地势较高的地方。看看，那这个位于上坡的伊人巷就很有可能是藏匿电台的地方。哎，邱科长，我分析的对吗？有道理。行，那明天一早啊，我们就一起去这个伊人巷实地排查一下。但这个事保密。为什么？我们西南特区啊有中共。白天街头拿到情报，晚上启用电台发报，时间上是很吻合的。处长，你傻大个要真是沉潜，那这电台可属于重大突破呀。明天多带点人。喜欢吗？随便看看。要不要试一试？
你是重庆人吗？我不是，我在重庆上学，快要毕业了。你是这里的老板吗？不是。我好像真的没这方面的天赋。来，我教你。左手放上去，稳住，右手用指腹顶住，手刚沾点水。我要在这个花瓶里插上我最喜欢的丹桂。你喜欢丹桂啊？重庆的十月，满城的桂花香，你会喜欢上这个城市的。那这个花瓶什么时候能完工？那还得段日子，晒胚、施釉、烧窑这三道工序必不可少。这样啊？这样吧，我先送你一个。送我？嗯，那可不行。不白送，你做的这只送给我，这样我们就扯平了。秋天了，花颜色的丹桂要开了，我们一起去看。嗯，一起去看。这就是伊人巷了，这上不去喽。邱国长受累啊！这些是什么人？还能是什么人？你看他，太惨了，又死了这么多。这条巷子的商铺住户少说也有二三百户，怎么判断这个电台究竟是哪户？天线需要加在最高处，所有的阁楼是我们的重点。另外，发射需要大功率，挨家挨户查每家的电表，如果超出了日常所需，都是我们重点排查对象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听懂了就操练起来啊。邱科长应该还没有吃早饭吧？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，来碗小面，再点一份凉糕，怎么样？哦，这些东西我不爱吃，你们去吃吧。金老板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出摊呢？啊，对。啊，出摊。上次我去过。救国救民，我不能偏安一隅，我必须得到前线去。对不起。我不用说对不起。
你一定要平安，将来也一定要回到重庆。你要记得，重庆十月的丹桂花。我记得，我肯定记得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暂时没有。谢处长，上个月二处的账有点问题，麻烦你核实一下。办公室呢？谢处长，这是我们对一人像秘密电台的分析报告。分析报告出来了，这个电台的频率呢是14.18动，之前监测到每次发报的时间基本上是在晚上9点左右，而且时间不长，但最近发报的频率以及时长都有所增加，所以我们基本判定电台就应该在这个光生陶器店。这份报告除了你还有谁看到过？没有。哦，那个谢冬天一直催着要，我让郭仔直接也送过去一份。哎，谢处长。哎呀，你说现在这人心涣散，所有人都在给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找后路，倒是陈科长还这么镇定啊。必须镇定啊，总务科总不能乱了阵脚吧。有道理。其实咱们都一样，不管是脏活累活，总得有人干吧。可以啊，不管世界怎么乱，陈科长这账倒是有板有眼，滴水不漏啊。如果真到了撤退台湾那一天，什么长官坐什么车，乘什么船，带哪些家眷，总务科不也得一项项安排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？这些账都不重要，官副区长那儿我会去解释。大敌当前的这些小事儿，别麻烦他了。好的，谢处长。邱部长，谢处长，不好意思，这份报告里有点小小的差错，我们需要重新分析一下。差错？什么差错啊？技术问题，小问题。小问题，小问题，坐下来我们一起解决不就好了吗？都是自己人。
谢处长，你应该了解我的脾气。对于工作上的瑕疵，我是零容忍。邱科长的技术，我当然相信了。我也相信，只要有你在，中共的这个地下电台一定无处遁形，对吧？您放心，我会马上交给你。 科长，老汤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光深淘气天的事情，不要跟任何人说。那谢处长他，我知道，我已经拿回来了，他还没有来得及看。科长，谢冬天应该已经知道电台在伊人巷。 这事要给他一个结果，过不去的。我明白，我会出份新的报告。科长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淘气店的老板。 是我的一个重要的朋友，我不能让他落到谢冬天的手里。快！这个还是不行。 还是不行，装不进去了，怎么？哎呀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电台一定要隐藏好，隐藏好。你居然还弄得这样，到处都是。万一敌人突击检查到这里怎么办？我也是想尽快把电台修好啊。记住，这凝消药器，电台无法使用，我们都很着急。这不是理由。越是看见胜利曙光的时候，就越不能懈怠。 好久不见，还记得我吗？我看见楼下门开着，听见楼上有人，我就上来了。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啊，当然当然，请进。 哎，你喝茶。
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有段时间了。这些年，你还好吧？什么叫好和不好呢？ 这年头，活着就是好。那你过得好吗？也许是年龄的增长吧，人就慢慢变了。以前总是一腔热血，为了民族存亡可以放下一切，现在觉得开一家小店，过着太平的日子。 也挺好。你是共产党吧？<笑>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？我倒挺希望你是的。 以后。 都是规划项，是当时你说的这句话，让我爱上了这座城。这些年，你一直在重庆吗？那你做什么工作？ 你走了以后，我一直在做一种特殊的文职工作。对不起啊，都怪我，当年也不是。都过去了。 提了。说，季处长，我查到了，那份分析报告上的电台位置就在吉仁乡，具体在哪？ 所有的调查报告都不见了，最后的定位分析是，我表舅做的，只有他知道。老汤，我去套一下我表舅的话。不用了，老汤是邱科长的人，这事你别管了。 手绢忘了，宁夏，给你。天冷了，早点回去吧。明天我想去华严寺去看丹桂花。
老规矩在。嗯，要得。又一个人喝酒噻？哎，你说你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也不结婚，这样子下去啷得行呢？就算不结婚嘛，先找个婆娘耍到起也要得噻，对不对？都是，老杨说得对头。而且像你那么行事的人，未必找不到婆娘做，对不对？要得，有合适的你们给我介绍呗。你看你，每次一跟他说到呢，你就这样子。下回见。啊，下回见。下回见。谢处长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老汤同志，非常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们之前查到的中共电台位置究竟在哪儿？分析报告不早就已经交上去了吗？别闹了，那份报告有没有问题？你自己心里还没数吗？我们的报告都是根据各项技术参数以及现场调查的结果分析出来的，凭什么说不对？要按你这么说，那之前所有的报告都是有问题的，对吧？说的有道理啊。搞技术嘛，自然是你们比较厉害。但是要让人开口说真话，是我们的强项。大奎，哎，操练下来。老大，别拐了，写字的手给你留着。谢处长，这是我们队一人向秘密电台的分析报告。邱科长，谢处长，不好意思，这份报告里头有点小小的差错，我们需要重新分析。差错？什么差错？技术问题。你早说，不就没这事儿了吗？都是同事，你下手也太狠了。狠吗？处长，你接下来想怎么办？先给他留口信。所以说，你相信他的话？最近一定要给我找人盯紧军情科。是。光生导气垫。邱科长，快九点了，正等您开会呢。
这周的技术研讨会就算了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值班的人留下，其他人都下班吧。喂，科长，是我。谢冬天绑架了我，我没扛住，光身逃几天，我扛不住了，对不起。谢冬天不会放过我们的，你赶快离开重庆。科长，你听我说，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回局里召集人手了。我趁他们不注意逃了出来，我不知道他们走了多久。我们现在只能赌一把，你赶紧想办法通知你的朋友。钱，邱部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老板啊。找老板？邱部长，你拿枪对着我干什么？你找老板干什么？关局长不是要过生日了吗？关太太请我帮忙给关局长挑一份称心的礼物。我白天的时候在这儿相中了一套茶具，定金也已经付完了，但是我回去左思右想，还是觉得另外一套龙井青瓷的茶具更有品味一些，所以就想过来找老板商量一下，结果没想到他人没在。又谁来了？今天很热闹啊。店里的人呢？我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，因为店里没人，所以我才上来看一看。陈姐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来干什么？
栾局长，共产党已经兵临城下了。我方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，我们保密局自己人抓自己人，你这样传出去，必然声量大牙呀。什么时候叛变的？潜伏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？就算要审讯我，也轮不到你一个处室以下的科长来审讯吧？是我亲自逮捕你的，为什么我没有资格审讯你呢？你有什么资格审讯我？我可得过云辉勋章。臣妾，你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官油子了？你的功劳不在我面前显摆有用吗？邱科长，人都是会变的。你说这四年我鞍前马后啊，为我们西南特区和后勤保障工作，你们要抓中共拿我凑数，你不觉得太牵强了吗？四年前在回娘家的任务里面，你立下了头等大功，为什么现在沦为一个管后勤的了？这些不大家都清楚吗？我这人不好抢功劳，你说要真抢的话，我抢得过谢处长。我觉得总务科很适合我，挺好的。作为一名优秀的特工，心甘情愿地和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，我怎么会相信呢？邱科长，你这玩笑可开大了！这两天这个米呀、油啊，都在涨价，我一堆事等着我处理呢。我要不出去，咱们晚上饭都吃不了。快给我放开！四年了，我就没信过他。是啊，你不是一直盯着他查了四年吗？钱胖子那天要掩护的人就是他。谢处长，你查了他四年，只查到一个背影。你刚才说的这个背影是个疑点，但绝对不是证据。陈潜是被邱科长堵住的，你作为二处的处长，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？官副区长焦虑的事，人确实不是我抓的，但我有办法让他开口。是吗？当然。好啊，那你去。钱胖子在火锅店掩护的那个人就是你，谢处长，你怎么这么执着呀？都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咬着这事儿不放啊？你敢正面回答我吗？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喜欢玩是吧？陪你玩。哎呀，看到那个了吗？知道是什么吗？知道。要说洋人技术好呢，这么大一个电机盒，竟然现在被设计了这么小一个，而且它还可以控制电流的强弱。
想让你有多痛苦，就有多痛苦。这做梦。陈建，你是不是共产党？我是你爹。一句祝福的话深藏心底，享受未完成的事与无声处累积，一条追寻的路有风有雨，对真相的凝望无从放弃，守护的人啊，守护着希望，守护着你我，守护他，每一盏灯下着闪烁的光亮是希望之光，守护的人啊，守护着希望，守护着你我，守护他，点燃的理想守护着我们，守护大家。成的事与无声处累积，一条追寻的路有风有雨，对真相的凝望无从放弃，守护的人啊，守护着希望，守护着你我，守护他，盏灯下着闪烁的光亮是希望之光，守护的人啊，守护着希望，守护着你我，守护他，点燃的理想守护着我们，守护大家。